党高市立委参选人同一天登记，各方支持者中选会前拼宣誓，也有人都还在媒体前受访。另外的参选人竞选喇叭声此起彼落。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，普遍大把福气，把满满的福气，那这一次呢，2024年能够把满满的福气呢传达到各个地方去。国民党高市立委推派了7人，唯一的美浓旗山没有人选，结果民众党南部唯一参选人一起来加油。在立委的层次上，在高雄我们绝对是要合作要团结，强调争取非绿联盟，象征着地方蓝白合。但是喊口号的时候，共善侯友宜，共善总统人选蓝白合还没有拍定，曾引力尴尬微笑，没有跟着附和喊侯友宜动算，但是喊到了立委部分，即使蓝白没有办法合成的话，我们还是有办法打出比过去更好的成绩，在立法委员这个部分。真的不幸破局的话，那我想是整体全台湾的投票率都会受到很大影响。蓝白和高层都还没有敲定，曾经喊要柯文哲来站台的候选人直言投票率会因此受到影响，但是也只能继续观望，期待整合成功。三立新闻林冠志、朱雨荣 SN 小组高雄报道。